钱呢？拿回来才没打击。先生，我完成啊。南山的调整虽然真危险，也不过我顺利替人接生啊。你替人接生？先生，请你原谅我，我知我无这招，无用替人接生。你起来，跟我讲清楚。先生，那个查某人，不是，伊看起来跟我年岁差不多，我为王家。三夫人到出来，就听到伊在喊疼。然后我扶伊入去，伊的嘴皮拢破啊，一直要我替伊接生，我袂当离开啦。所以你就无顾我之前一直甲你交代的话，是毋？无先生在场，绝对袂当替人接生。你有啥物无遵守？我袂当离开啦。伊讲我若是走，伊就要甲阿爷做伙死啊。哪里规定嘞？伊阿多头仔，哪安尼啦？后来嘞，我就照先生教我方法去做。过程虽然真危险，也不过最后母阿囝平安啊。你成功啊！你成功，阿爷平安出世啊！好家在天公背后保庇。你处理了真好，碰到这种情形，先救人较要紧啦。啊，不过这边是你运气好，不是讲大概运气拢这尼好，所以卖靠谁啊。要碰到这种情形，也是要照规矩来。看是去人家找人叫救护车，还是叫先生？卖讲你大主大义，知影无？